哎，空空啊，你看豆豆笑了一天，都快笑成傻缺了，肯定有什么好事儿。嗯，肯定有。确实有好事，我要评职称了，学识水平、业务能力、工作业绩我全达标了。哦，豆豆这是要乘风而起呀、啊！扶摇直上九万里呀、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豆豆啊，可别忘了我们的，对对对，带我们一起飞吧！啊，一起飞。放心放心，这些年我一直默默奉献等提拔，身体有病不去查，什么破事儿都管辖，能退不退还挣扎，简直是劳模中的战斗模呀、真是感动大堂啊！只要有了终极职称，像我这么帅，又会谈恋爱，那还不分分钟起飞呀、啊？哦，豆豆带我们飞呀、啊！带我装逼，带我飞，带我杵进垃圾堆，一起飞，一起飞，放心，妥妥的。一人送一个限量版女朋友，一人一个不争不抢，让你们彻底告别左右手恩人啊！别说，豆豆真够意思，不用再做单身狗了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情有些澎湃，我想唱首歌，歌的名字就叫哎呀，今天的风有些喧嚣、豆豆一言不合就唱歌，有本事他来嘎舞啊，我给你们来一个懒驴打滚。姐姐，你呀、还是跳脱衣舞吧。姐姐别跳，辣眼睛。哦，豆豆，你是我们西游四骚一起跳怎么样啊？好，肯定能火。豆豆啊，你的申请材料我们看了、简直 nice beautiful 啊，所以可以通过，以后你就是终极职称啦！啊啊，真是谢谢您老啦，给你了，瞧好吧。豆豆啊，等你升了终极职称，就能要有风就有风，要有雨就有雨，彻底告别现在的屌丝生活，轻轻松松走上人生巅峰。想想是不是还有点小激动啊？那证书什么时候出来？我们正等着呢。不急不急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小事情。木忧说清楚呢。小事情？什么小事情？现在啊，社会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、比如说感情靠酒来表达的，没有关系想高爬的，包了二奶还要玩的，高级名表腕上挎的，你们得证明一下呀。姐姐，他什么意思、是不是要证明我们是不是直男呢？有可能，你说呢？要不脱裤子证明一下。哎呀，我操，太吓人了。哎呀，想啥呢？我们可是正经人，只要一点小意思。那么请问，我该意思多少才合适呢？终极职称给3万，高级8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们要是不给，神清就不给通过了。我们可是达标的。要是敢不给，就哪来的回哪儿去？真是一群败类，竟然供人买卖职称！老子锤死你，你个龟儿子！空空 ，come down， come down， come down。职称制度本是一项关于专业技术人才管理的好制度，却被个别人沾染上铜臭味。对于这些违法乱纪、助长不正之风的投机者，我只想说，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？开炮！豆豆，我没有二货女友、搞基舍友，没有隔壁老王、别人爹娘，约不了炮、上不了床，只有一双累坏的手，我还有救吗？有救有救，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，微信添加朋友一封之音，双击评论666，打造你的传奇人生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一封之音就是这么神奇。